哇！頭先喺 Happy 城嗰度買呢個番茄盅啊，唔係冬瓜盅，好靚整得。咁同埋咧，有川個嘅壽司。呼呼呼！這個不是，這叫 tuna，、嗯、這個和這個一樣。哦，對，tuna tuna， 白飯魚。哦，即係或者嗰啲銀魚啦。係啊，銀魚啦、啊。我哋叫白飯魚。係啦。這個有點 yuzu。我食，我揀吞拿。我吞拿好啲，因為仲有呢個遊戲發泡嘅清酒。兩個，這個是叫做，這個應該和這個一樣。帶子咯，呢個帶子咯。呢個叫咩話？呢、這個是應該是青魚咯，應該係咪啊？嗯，我應該要過啦。哎呀，好脆喎！有呢個風神獸嘅加紋，同埋咧 Hideyoshi 即係呢個嘅獸吉啦。咁啊，1689年，兩個是小哈日。1689年咁，其實阿風神獸已經拜拜咗，咁可能佢剩翻啲，其實同埋風神嘅獸吉應該滅族嘅喎，咁啊剩翻個女啊嗰啲人咧啊。即是猴子是吗？他可能真的是猴子，但是他已经灭了族了，他那段时可能就纯粹是即是他的后人就是即剩下一些女还在那里的。那然后他就因为秀赖和千姬生了一个女，但是好像没有后，可能他过继那个女。Anyway, 不 suppose 有一个这样的存在。要吃什么？我来吃那个就是白饭鱼。哦，佢都可以點汁嘅，但系就點另外一個汁。Mini 個蝦蝦可唔好食啊？有冇食蝦蝦？Mini 唔食帶子。我咧，我就再吃一個這個。好啊，好啊，吃啊。跟住咧，呢邊就 Mini 咧就食呢個番茄。佢咧又有一個特別啲嘅醬點喎，個豉油係咪唔同嘅咧？應該係啦。好冇味啊，番茄。好甜啊！依面條毛咧，你個大字開唔開心啊？好甜。我揀咗呢個青魚食。像這個是應該是 yuzu 的醬油，比較清新一點。有 yuzu。我呢個番茄本身已經有啲 yuzu 皮，但係呢個真係手工很， yeah. 手工費很多。你看，它的番茄可以切成絲喎、哦。我青魚味。我怎麼切啊？我切不了。你直接買啊，孩子啊。誰切的？誰我？他切的。OK。係啊，佢呢個係，哦係喎，呢個係番茄絲嚟嘅喎。你係有食嘅。自己怎麼切啊？我還沒喝完。哇，好甜喎、哦！哦、好甜啊！佢切咗絲就好甜啊！佢挖咗啲肉出嚟再切絲喎，斷咗又抌噶啦要，或者變咗下面啲蓉啦。如果斷咗，我上波食下先。啊，唔係喎，要點 yuzu 喎？佢倒落去入邊。嚇，係啊，你睇下，倒落去。又好似好透心凉啊！有种 yuzu 汁味，然之后里面有只虾，咁啊，番茄又有番茄蓉、番茄丝同埋番茄皮、番茄蓉嘅味道，咁啊，唔同嘅 texture， 口感唔错，叫佢就系呢个。